他两个。哦。这个后天挂，如果葡萄你给它排成地水师，啊，诸位给它批这个地没有错了。啊，平步青云呢，逢掉必升。哦，这个必升不是我们省必升了哈，就是必升一定会升官的。好，所以很多人有时候名字都重复了，中国人文字才有用，所以。外国人呢，文字看起来都是朱雀跟钩城、腾蛇。啊，中国文字比较有意思。好，那个我们，如果你的42岁到51岁，流年逢了天马，然后紫微天府刚好在申宫啊，在旁边的紫微天府知府同宫，啊，紫微天府在这个宫里面，这种就是42到51，逢调必升，调动一定往上升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？代表出将入相，哦，棋子呢？啊，少，唯一的缺憾，这个八字，这个，好。这个命格唯一的一个缺点，棋子比较少，就是讲这个子嘛。好，儿子可能只有一方，好，独子，好，会有这种现象。你看，看到没有？春呢？那如果把春将这写呢？这个是将，这个是相。我要出将入相，好了，那个春很难听的，让人取个叫李番薯地瓜不好听，春也很难听，那出将入相。哦，流年卦，所以如果有一个人来找你，你先你要看这个人运程如何，你写个字来春，哦，此人出将入相，好，好。流年卦逢到地水师的时候，哦，叫做升将之年。那年呢，升将军，升地方法院院长，升警察局局长，好、哦，升将，哎，当外使，当使节，哎，那年派出去当大使了，好、哦，升将之年，好、哦。那后面有个天机要告诉你的，叫回阳，回首。好，回阳回首，虎为后。好，老虎在后面。命硬了、啊，命硬的中央，命来自中央。好，命硬中央受封年，那一年呢受封之年。好，受到封号，那过去呢就可能会被弄成诸侯啊，或者是镇远哦边疆的好镇国大将军啊这种的。好，就会有这种现象出现。那整个卦还隐含了一个天机在里面。好，隐含了一个天机在里面。当这个人在做将的时候，做将的时候，一直这样到现在都是一直有出现的。好，将三人台上立台有没有？哦，台啊。哦，我不管你讲台湾还是反正台嘛哈、哦，台呢四下面子有没有？四人呢坐席，好、哦，四人坐席。这个诸位自己去想啊，诸位看随地比，好、哦。比卦本来是相星合的相，如果那个人先天卦，哦，先天卦是比卦，比卦出现的时候，水旱地啊，哦，水在地上面，母为贵人，
所以往往都是说伟大的妈妈，有没有？不是讲伟大的爸爸，都是伟大的妈妈，真的是这个卦上面写的妈妈都是含辛茹苦的哈。母为贵人，命中定，哦，命中定数。那这里呢，歌舞，哦，升华，才出众啊。所以如果这个先天卦是随地比，凌人。知道凌人吗？哦，现在凌人都很吃香哈。好、哦，那、哦啊、不用去读书啊，只要会唱歌就好了，就很吃香。哪有这种事的？哦，那种叫乐乐，那个叫戏子。哦。但是呢，拿了这个卦的话，也有个不好的，哦，孤独一生。哦，谁来问？所以凌人到老呢，哦，都会比较孤单一点。那凌人在相上面就有鼻尖，鼻子如果细细长长尖尖的这样下来，到老为终为凌人，鼻子很厚很重，哦很厚，那凌人会做一半，然后会出嫁，很多人就这样的哈，出嫁了嫁得很好，那鼻子长得很好，如果那个鼻子都没有弄，一个尖尖下来了，那终身为凌，好、哦、终身为凌。腹部拳晚得子，三星相左哈、哦，内通外流，啊、哦，这个是先天卦上面的天机道，后天卦，啊、哦，这是图上面都有。后天卦，如果你的后天卦是随地比，哦，一定主的是什么？七功得力，你娶了个太太，啊，对你帮助很大。然后呢，因为贵人，这个因为贵人很有技巧，故意这样子写的哈、哦，故意这样子写的，有的是不一定暗中帮助你的，也可能是男人，不单单是指女人，啊、哦，贵人是隐在暗处的。那如果你是，好、哦。这个电影歌星啊，如果你看到后天卦是随地比，好才艺之人无事做，哦，你就比较痛苦了，哦，就没有喽，哦。那你可以走哪里？教职到老，好、哦，走教育的工作到老。聪明的话，到后来走教育一样。人桃李满天下，好、哦、满天下。这个里面的人有一个卦，我们看到，好、哦、执年卦。执年卦呢，它中间有个药炉，你看这个我们那个好，我们都没写，那个不一样，补卦的时候不一样。这位看这个炉啊，中间是不是个田？田代表胃啊。中医讲的胃就是土啊，胃呢，你看虚掉了，中间有胃中有虚火，血在下，吐血出来，所以胃出血。好，那一年呢要小心胃病。好，这是我卜卦的时候，你们用不用都没关系，反正我能讲的我尽量告诉你，就是我们把悟出来的通跟诸位讲。我会见血光灾。哎，如果是执年卦逢到母急父无助，妈妈对你帮助很大，爸爸在旁边根本懒得，他懒得理你，根本在旁边好、哦、扒了个旗杆不会动啊、哦、其他就我刚刚讲过了哈、哦、有没有讲过其他的后天卦？对啊，糟糕，这个我要重，对不对？我刚刚在讲炉，把它分开来了哈，一看到炉我就忘，把它漏掉了，抱歉抱歉，没关系，这我们那个后面我们还那个录影带，我们这里要重接，好，重接一下。刚刚讲到后天卦，七功得力，因为贵人哈，因为我看到炉我就跑掉了。下面这句话先不要写这句话，把这句话擦掉哈，直连卦也先不要，还有
四五之后，哦，方兴发。后天卦如果补，如果你测出来是随地比，四十五岁以后发，中年起运哈。哦，有病呢，有病呢无灾，好，哦，是清闲人。有志不随，哦，晚得子，哦，晚来子贵。那刚刚讲的后天卦，那个后天卦后面那几个才艺之人啊，好，哦，这个是进入执年卦，哦，执年卦就是你那年流年逢到的时候，变成我刚刚讲的，好，哦，母吉呢，父无助，好，哦。妈妈急，爸爸对你帮助不大，这是流年卦。好，哦，才艺之人，今年呢，你如果是歌星，刚好你的流年逢了水地比，才艺之人无事做，今年呢根本就是停摆了。哦，教职级就是我刚刚讲的执年卦是教职，教职级，好，哦，此为顶点。如果你是当老师的，这一年的时候，你四十五岁那年的时候，刚好逢到水地比，那你干的是教务主任，那你就终身教务主任了，就上不去了。好，上不去了。好，桃李满天下在这里。好，这个时候也会有桃李，才是桃李满天下。所以刚刚把下面那几句删掉。好，所以我一闪开来就。好，旁边想都告诉你，你就弄错了。知不知道执年卦的意思？就是流年排到那一年了哈。丰田小畜卦，如果你的先天卦是丰田小畜。小畜卦的时候，诸位看中间那个图呢，好，哦，它下面写两重山一人山顶中横安葬，啊，万般在草底上有马养马头，所以如果你的先天卦如果是丰田小畜的时候，就是两重山主，好，哦，两重山有阻碍，外向发机，这种人呢，丰田小畜卦的一定要到他乡去。周阳，哦，这是天机道，游带，哦，水来会。周呢，你可以把它当成周、阳等，哦，草头人旺。我是黄姓界草头，那是什么黄？草头黄有没有？啊，很多的草头苗也是草头，黄也是草头，哦，马领羊过险，哦，马在前面，马带领羊过险，好，哦，好，哦，度过险灾，这是先天卦，所以羊马是羊的贵人，啊，哦，山顶独行啊，这种先天卦是风景小的特异独行哈。哦，特立人间，他不太跟群聚在一起，他一个人独来独往的，啊，个性使然，啊，先天卦的丰田小畜，啊，各位看这个，上次我们讲到介绍到什么丰田小畜卦对不对？丰田小畜卦，从丰田小畜卦的后天卦开始看。哦，小畜卦呢？后天卦。如果你排八字的时候，排到你的后天卦是小畜，哦，外伤发机，好，哦，命中命，哦，那外伤为什么跨过水有没有？跨水过去，好，哦。
万事俱备。哦，东风为水，这个水呢，代表年，也代表人，好、哦，也代表事，都是指水。到时候你看就晓得了。啊、哦，比如贸易也是水，漂洋过海的都属于水。好、哦，后天卦如果你算到这个，好、哦，结果呢，夫妻变成夫妻啊，你的婚姻就会就注意了，两地相隔。好、哦，夫妻反目，天机到了。马羊之人呢，独子不亡。肖马的人，肖羊的人，如果是独生子不会亡，那换句话说，不是属马属人的人就会有儿子夭折的现象。好、哦，流年卦。流年卦呢，你那一年，哎，老师，我36岁刚好封天小畜卦，好、哦，小畜卦进来的时候就会遇到这种情形，孤立无援，好、哦，孤立啊，好、哦，前险后阻，前有危险呢，后面有阻碍，啊、哦，前险后阻，下面一句话。左支右左，好，这是天机到了，草头人，好，出力大，草头人是你的贵人。我们黄草头人，草头黄嘛，是不是？大家说常常草头黄，苗草头人，好，凡是草头都算，哦。如果呢，流年卦逢到。有遭困的时候，逢马羊可脱困，这个是马属属马属羊的，或者姓马，有的人就姓羊哦，都算好、哦，不要要涵盖，你不要给他局限在这个范围里面。就有一个人来，脸很长，根本就是个马脸，讲话声音还讲完还尾音啊，还在那些马在那边叫，明明就是马，看起来动作也像马，你还在这个马在哪里？哦，马就在你前面，啊、哦，动物像马，哈、哦，动物像马。好像那个有的人出来像山羊啊，你看孔子有个照片像那山羊，好，好逢羊马，然后二次努力，第二次努力可得，那第一次如果不成，不要急，第二次努力，啊，如果你跟流年卦逢到，刚好你要谈婚事，好，婚事逢之，分两地。那老子我好倒霉，找了半天女朋友找不到，就好不容易认识你就觉得不喜，觉得很喜欢，就他在国外，好、哦，搞不好还在南非，刚好在动乱或者是怎么样，这个好分两地，好，那婚事逢之分两地的时候，会成这个格出现的时候，一定是草头人，啊、哦，草头人万归，那你在问的时候再看这个男的啊，男的刚好姓黄，啊，女孩子来刚好女孩子姓黄，草字头的人有没有，成格。婚事分两地，不是草头人不成格。好，这个跟卜卦不一样哈、哦，卜筮不一样哈、哦，你不要把它弄成卜筮啊。这个天泽女，如果你。乾陵卦是天泽女，哦，庶出之人，天注定。这时候看了两眼，两眼要上下不等，哦，我们要辅助看相最好。那忌人呢？起一下，哦，不自知。如果有很多这个忌人起下呢，不自知，有很多都是好。铁板神术条别里面，哦，早年呢又离家，哦，重重阻隔，早在我们在命上面写重重阻隔就是，早年非常的辛劳辛苦成家，哦，那辛苦成家还不好好读书，那科甲又不兴，哦，科甲不兴又不读书又跑去找女人，桃花多，
这都是从图上读出来的哈，以后有机会我再解释为什么这样子。啊，都在图上都有。如果你补到你排到你的八字后天花是天泽女，好，九个字你听看看，好，妾有伞，妾好妾有伞，这个人偏离，啊，禁军令，好，这个军令除了当兵的退伍征召也是它包含在内，好，法院的传票也在包含在内。哦，这个重楼之策，哦，这个重楼之策很妙，你们以后读到就知道。重楼之策呢，无名呢，无名有险。好，哦，这是咱们讲婚姻，无名有险。后天化不到了，后天化是夫妻相隔，哦，夫妻分开呢，总为情，官司，哦，私财，先生成事，横祸会发生，还有，哦，还有别的破坏，比如说切刀、火灾啊，哦，就跑进来。如果你的流年卦，流年卦算到你的今年25岁，天泽女，好，哦，天泽女卦呢？啊，男外有妾，所以这种这个好要讲话算要注意一点哈，哦。然后这个在切在哪里？在重楼之内。啊，哦，这都是那个以前天机道啊，好，哦，就是铁板一百。12000个条别里面，嗯，五官外调啊，财不利，好，契约啊成空，婚事凶。如果你婚姻不到，婚姻流年逢了这个卦，非常的不好，好，哦，这个天机道的给你，这个竹子立下，哦，文书破，好，哦，文书破，遇猴，遇到猴的时候哈，哦，来有千里行，一定是竹，要很远，或者是哦搬迁到外地去。诸位呢，在天地道的时候有一个好千里的里，有没有里？诸位注意看，是不是个日一个土啊，代表里，代表什么里？就代表日出什么地上，日从地上跑出来，好，所以说有灾的时候，灾从内生，哦，灾都从内生。诸位记得一个法则，天纪，好，天的纪律就是恒古不变的，最坚强的堡垒一定是从内部开始被破坏。你们家父母亲兄弟里面大家都很和睦，结果去好心找了一个人进来到你家来住或怎么样，好了，开始家庭纠纷很多，开始制造纷乱，制造是非，或者是你们家兄弟姐妹都很好，其他出了一个败家子，好，整个堡垒被弄坏掉。所以我们一家之主一定要有记名之能。哦，那记名之能，诸位历史上有个故事听过没有？萧规曹随，开国的时候，萧何开国把功业打下来，后来传到第三代，那萧何跟曹参两个人感情不好啊，那萧何在当宰相的时候，就曹参就犯了当个参知事啊，一个乡的小的知事，然后萧何有一天死掉了，曹参那个曹参就跟他太太讲，你赶快帮我打包行李，我要上京了，我要他当宰相，
他看到说你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跟他不合，他死了你去当宰相，没有，他在死之前萧丞相一定会好提名我，希望我去做宰相，只有我可以。哎，过几天命令就到了，他就去了。去了以后一到宰相任朝，一开始当宰相他都不上朝的，每天把文武百官召集起来，大家这边喝酒作乐，然后连续一个礼拜，那个惠帝啊，汉惠帝啊，看了嘛，这个小子怎么搞的，这么萧丞相怎么会找这个人啊，对不对？那么有功，萧老君那么好，怎么找个这个看来？好，生气了，就把他叫来。哎，这个曹丞相啊，为什么萧丞相介绍你，就要提醒你来做我们的宰相，为什么今天你什么事都不做？他就问了，他说你啊，他说你是那个高祖的孙子，请问你比高祖如何？那我怎么能跟高祖比？我比萧丞相如何？你怎么能比得过萧丞相？萧丞相是开国的宰相，你怎么能比得过他？对，我们两个都比不过他，他们两个立下来的规矩法规我们守成就好了吗？管他干什么呢？萧丞相要我就是要维持原状，我们两个都比不过他，他就改比你强的人的东西，好，就是萧规曹随，好，所以要有记名之人。好，一般来说古代的圣贤好贤相通通有记名之人，这就是记名。你千万不要把你辛苦建立的基业交给一个败家子，你生个儿子那鼻子歪歪的，你或者你女儿嫁来的先生，你的女婿鼻子歪歪的，眼睛在那边闪，对不对？然后地窟都没有，对不对？手伸出来都是洞，然后走路呢雀步，哦，像麻雀在那边跳，啊、哦，雀步和鸭步要分清楚啊，雀步是脚尖在走，懂不懂？我也是一边这样跳，那是在跑路嘛。鸭步不是，鸭步是大龟这样走啊，啊、哦，鸭步跟雀步不要弄错了哈。哦，那你弄错就看差很多，好，所以这种灾啊，天泽里这种灾，通通是由灾，都是由内生，好，所以如果你家里有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要开始看看你太太或者怎么样，有没有谁瞒你什么事情或者哈，好，地天泰，如果你先天卦排到是地天泰，哦，这个富登啊，星云位。爸爸呢一定是高官，哦，身在亲贵家，啊、哦，身在亲贵的家庭里面，禄命来，啊、哦，比如说现在陈就很像陈吕安就很像这个，禄命来，好、哦，少年得志，啊、哦，要把它弄成痔疮了，啊、哦。玉阳回阳，哦，从阴间回到阳间，那这里有个天机要告诉你，啊、哦，阳阳有贵，贵是讲的是丹贵，代表这个我们收到很高的任命令，就是所谓的丹贵，啊、哦，中年以后，这个八字经过中年以后呢，四十岁以后呢，禄命呢？是九重来，中年以后，你所有的人事命令通通从九重来，从总统府来，需要总统来帮你任命，都是很大的官的了。你去公务员考试到外交部办，或者当个职员，还要总统任命，不太可能的哈。你不要给他写九重格哈。后天卦。哦，以前我们讲大内就讲九重嘛，哦，九重，我是把以前古文写给你看，哦，古文写给你看。后天卦呢？如果你的后天卦，我们排起来有个先天卦和后天卦，后天卦是地天泰，哦，这个就不是桃花朵朵飞的，桃李满天下，哦，桃李满天下，金玉，哦，贵人香。啊，青衣贵人香，官人受禄命，当官的人一定后天卦受到地天泰更好，好，平奔青云志，所以地天泰这个，好，这个非常的好。那遇到这种后天卦的时候，
那个人呢、哦，当时算命被你算的那个人呢，一定是有子在远方，儿子在远方，